教啊。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献香啊。那从献香的仪式中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一个泰国人不懂中华文化，哎，不懂我们的语言，他都能学到这样，那我们讲不会的话，请问各位，我们讲不会的话，那我们需要什么改进？需要不需要？需要啊，需要改进。所以他都会，我们怎么不会？因为我们就是同样是中国人，对不对？哎，不像他是泰国人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一方面啊，一方面鼓励他，一方面呢啊，我们自己也励志自己啊，让大家都充实。以后呢，我们真正能够当上上天的主场啊，那晚上我们就在这里献香，谢谢。